晚安啊！今日我付出极大嘅耐心做好咗，终于都做好咗我应承自己要做嘅 mind map 啦。报告我今日嘅成功事迹。寻晚同一班外国人嘅 call 去到4点至瞓啊，然后今朝都起到身去阿仔学校，我系7点几出门口啦。听咗关于性嘅讲座，发现呢到。而家嘅家长教学嘅不足同埋可以补足之处，同个妈妈倾咗一阵啦，忍住冇 sell 自己嘅 membership，我要快啲做好佢，实在太多人需要啦。打过俾老豆倾咗一阵啦，揾咗旧朋友倾咗一阵啦，仍然坚持要完成全部嘅 morning routine，我为我自己自豪。花咗5个钟头，写咗13个 S，全部中文，个个都正，之后就可以用啦。正正正正正，做好我嘅 L0 同 L1 嘅话咧，我就会更加开心啦。呢啲就系我今日嘅成功事迹啦，请留言话翻我知你今日嘅成功事迹啦，听日见。